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茂元。今天是10月21号，这个视频也是专为今天出生的天秤座你而制作的。今天出生的天秤座属于特立独行的一天，无论是个性幻想还是你们的观点，都与周围的人非常不同。今天出生的天秤座优点富有灵感，有吸引力，能言善辩。你们在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出众，可以靠语言打动人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给你们的建议是让内心平静下来，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不要过于挑剔，学会接纳别人，珍惜爱的力量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出生名人有哪些呢？今天的名人有中国香港演员古天乐、中国男演员邓伦、中国女演员蔡明、中国音乐创作人许飞、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之一科勒律治、法国19世纪第一位浪漫抒情诗人拉马丁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、政治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、欧莱雅集团掌门人、欧洲女首富榜首贝当古，还有瑞典化学家、炸药发明者，一生拥有355项专利发明的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·诺贝尔。哇，没想到今天出生的天秤座这么厉害！希望今天出生的天秤座你也能珍惜天秤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生日快乐，天秤座，加油啊！